挂灯笼。今天是过年了，我准备今天晚上做一道简易的佛跳墙，我就买了很多食材回来，先把这个鹌鹑蛋给煮了。放冷水把这个鹌鹑蛋先煮熟。排骨也给它去一下血水。香菇，那里可以稍微多一点点。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做这个佛跳墙。但是我这个食材没有那么多，比较简单的。过年嘛，又不知道吃什么，所以今天就尝试一下，看成不成功。好，现在小火慢炖一个小时了。完了完了，这个鹌鹑蛋我都忘记放了，赶紧把这个菠萝放进去，把这个鹌鹑蛋也倒进来，盖起来。万事如意，狗年旺旺旺！加油，终于送完。哦，新疆是神。干杯，新疆是神。嗯，好，干杯。